我乔子今天来玩切切乐，来先来切点香蕉，我切我切我切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根本切不动，哼，再来切一个鸡蛋吧，来我切我切我切切切，啊，怎么都切不动啊？哎呀，乔治，你搞错了搞错了，这个香蕉啊不是切的，这里啊是剥皮的，你看，看是吧？这个鸡蛋啊得先扒皮，再来切，你看是不是呀？而且这个菜板你也用错了，它是一个篮子，它不是菜板。来，我来给你打开。怎么能拿篮子当菜板呢？我的天哪！来，你看，这是个篮子，这边再放一个小菠萝，这边也放个小菠萝，这样篮子就好啦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好看？